肩膀放松，调匀呼吸，双手交叠于丹田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身体微微下蹲，右拳置于左掌上，双手下降到丹田，然后以肚脐为圆心进行画圆的动作，并重复练习这样双手由左向右的画圆动作十次。向上时吸气，向下时吐气，向上画圆到胸口的下缘，向下画圆到丹田的位置，肩膀放松，身体保持稳定，然后进行反方向练习，双手由右向左进行画圆的动作，吸气，吐气。现在让我们透过动画来做进一步说明。在双手画圆的时候，可以用意念想象体内有一颗能量的光球，以肚脐为轴心，随着手部运动在体内同步运行，向上画圆到达胸口下缘，向下画圆则到达丹田，以力圆旋转的方式环绕整个腹腔。经常练习这个招式，可以充分刺激肠胃蠕动，帮助消化，改善肠胃功能。动作完成，起身，两手交叠于丹田的位置，调匀呼吸，完成整个招式。